大家好，我是涂中华，在这边我要先跟大家道歉，然后很不好意思，昨天在航班上面可能做了一些影响别人的事情，但是我呢是因为真的是还蛮开心的，因为要过年了，所以在飞机上面可能多喝了一点，这个举动实在是很不可取的，希望不要去影响到大家要过新年的心情。我在这边深深的跟他们被我受到影响的人道一个歉，实在是很对不起，那我也没有绝对的恶意说要故意去骚扰你们或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因为基本上我绝对没有那个心，所以我在这边希望他能够原谅我，然后也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过年的心情，对不起，再一次的对不起。